小奶鼠的成长史，这是出生大概7天左右才开始长毛毛，特别丑的时候，为了吃奶也是拼了。八姐，结果翻了个寂寞。心肠不坏。这是一只妹妹，八姐，看看她的小牙齿，可爱。大概15天的时候，毛毛已经长出来了，开始变得漂亮，每天都开始了监控小奶仔，太可爱了。然后每天除了打架还是打架，咱也不知道有啥可打的。透明的笼子就是好，无遮挡观看，哈哈哈，太多小可爱了。小伙子，你在干嘛？八姐，八姐，心肠不坏。八姐，啃啃手啊，啃啃脚。可爱，肥头大耳朵。哇哇哇！这小可爱，我爱了。给大家看看大场面。八姐活得真自在。随机抽选一位幸运鼠子，长得太可爱了，又开始干架了。群殴，哈哈。20天左右疯狂干饭，疯狂干饭。